桂一统来了。赵云不撞诸葛亮就没有酒，你得打得快。他是在一定的时间之内，诸葛亮继承赵云传人的酒壶，过了那个时间就没有了。具体那时间是多少，我也不知道。这地方这个怪的伤害变高了，咱用毒气控一下这个大牛，就这蓝牛厉害，然后别的都不厉害，你有病啊！突突你咬我，捡个莲花清兵，然后马可以打盾连。给了一个大盾连，结束。然后啥也不缺了，正好这一个酒在这个曹丕身上。现在实际来讲缺个小黄猪，但是因为张辽 BCD 能堵住虎将，所以说小黄猪也等于不缺。你要是不玩啊，这个大牛啊，这大牛是真猛，无敌星大牛，大牛是真厉害。看一眼有没有 boss 啊，这里张角金先扔一个，因为一会儿里边有个固定的，里边有个张辽直接 BCD， 捡了这个下雪呢，怎么地？你趁机保送的捡一个，不捡白不捡。然后趁机吃加血，吃点这个啥道具，然后七王鞭是一顿扒了。捡点莲花吧。好。然后这个地方你是拿个大酒不拿大酒都行啊，最好是能拿个大酒，但是有点费劲，我就不拿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头盔是不打血气的，尤其我现在有个 BCD 就够干了。你甭傻不勒他，青蛙变身先清敌，他反正，然后保送的以前一续上，再捡，再清。诸葛亮护水开48没毛病啊，48躲诸葛亮护水，一点毛病都没有啊。啊，你玩的是黄莺啊，那也没啥毛病。那也没啥毛病。开就完了。好，必杀以战养战啊，进入了那个以战养战的环节。这孩子傻，干他！莲花清兵，走人。哎呀，扒了我！好，换这个决战的时候到了。其实不换也行，我刚才忘换了，因为我他妈刚才捡上了嘛，一点都不撒谎。刚才没捡上，决战扔了吧，没啥打理。对于别人有用，对于 A 张辽是真没用。跳起来躲个车啊，然后继续揍他。好，下来捡那个啥，虾厉害吗？虾厉害，本游戏最强道具大虾。张小金清兵，外边固定张小金。非凡清兵，非凡满了，别清了，打不过了 ，BOSS 太多了。远阵，捡就完了。捡个莲花清兵，血账回来了，先把血账换回来，然后再清。左二右四，一个青黄鞭师，小黄猪就来了，然后一战两战，好，点上道具，飞盘清一堆，张金面板不扔了，哎呀，这个好啊，别动啊 ，BCD 扔捡。呵，回来捡，捡贪欲，这可太好了。省我不少事啊，打气的麻烦省了。再捡，赵云捡满，气满了，一战两战，毒气控住，两战。哎，九户来了，九户都不用撞了，看看着，目标也满了，扔，捡，揍，
伤害正好打死就行了，多一下不多不打，少一下不打。走 ，ECD 直接冲，卷参与。给这个超飞留一点血量，看慢着，然后收一个气啊，收上了，这气收的玄不玄乎？这我还能骗你吗？然后趁着头盔把气打满了，耗不了多长时间，这图快啊，这时候把气打满，你可以。这时候再教你们点细节啊！哎我操，完了，细节没教上。刚才教你们点细节，来下。细节先骗点细节，第一小包子。第一个细节，一晚上没睡，怎么话？怎么说这句话？阿姨啊，我不困，我睡什么觉呢？这个大虾，实话实讲不太好打，利用大虾极限的攻击距离。好，气快打满了。你他妈早来，我用飞这金。这时候细节啊，杀完这俩兵再喝酒啊，看见了吧？少打一管气，早点走。雨神已经确定满了，走。调好沙漠科毒气，沙漠科，哈哈哈。哈刘具能玩随机，哎，你看总有人问这个问题，要不我总得告诉你在哪看直播。阿姨搁这谢谢你了，谢谢你教的48大招躲诸葛亮湖水，开启了他的小课堂。好，这换好了之后放倒以后先捡个加血补一下，然后飞盘先打威胁的怪陆续，然后再给他挖了死，然后一战两战，然后哪个道具能捡就捡哪个，出标送他。啥子满了？司马懿，用司马懿啊，这地方一定用司马懿，留着气打关你三 boss。减加血，二是扔时间器，时间器一扔，然后飞盘一扔，调沙漠科切回来打连招。好，左上角沙漠科就位开始，哈哈。没毛病，确实没毛病啊！你想照完撞把诸葛亮的大锤整慢了，是不是好躲？对吧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那奶招肯定是慢了好多，对不对？慢了以后你再用必杀，好躲之上加好躲，一点毛病都没有啊。好，这里继续敲。吕布来了，吕布来了，往前走，给吕布一个屏幕，别让他隐身，看见了吧？他只要有屏幕，他就不隐身。啊，不隐身，咱就能一直笑他。但是这给不了了，这再给我要挨揍了。往上走，躲吕布的砸。这个沙漠盔别捡啊，因为你包里的沙漠盔已经用不了了，你再捡它就没用了。不要捡多余没用的道具。现在的话，沙漠盔笑不了了，给个必杀解了就换回来，然后再用沙漠盔换回来。先给一个战壁打他一个笑，他没笑咱就跑啊，跑到一个没怪的地方笑，然后还是给吕布那个屏幕，别让他隐身，笑一下。诸葛亮向上臂找好行啊，这个有点难度，看看着我这就没找着，
然后再向上 A 找这行，离他一线向上 B 顶死，看完招正好顶死，要不然的话诸葛亮就护水了，最后这诸葛亮诈尸了啊，诸葛亮有概率诈尸，诈尸护水之后给这贝兰杀了死啊，完事。然后调沙漠科跟张小金来，全来倒，前走把对面的沙漠科拉出来，后退躲到这个位置，弓箭射不着，笑一下补张角级伤害不足的伤害，然后扔啊，加血是不是无所谓，司马懿过来能吃马，再扔再扔，嗯，好剑法，好快的剑，调动物说扔过来，冤种兔子，这是最不好的一个动物，张角军少卷一下，看完着，软傻的离谱，然后再给个张角军，这样的话他的血量就够我隐身一杀了，隐身一杀，导连招，给隐身一捡着吧，捡哪个都是血，导连招完事，这人好像是唯一一个打这个司马懿不受影响的人，司马懿大瞎，我给你对瞎，我看能不能瞎活。然后背面的沙漠科扔掉，先捡雷神锤，保证有下一关。然后捡衣服啊，然后补满这个啥，补满胳膊。之后调成司马懿，下个画面用，这里用自己的 BCD， 两个 BCD 全用啊，因为下一个画面司马懿加气，所以说这个气全补。就站到这儿啊，完事。这画面有几个大狗，你早说呀，我刷几个大狗啊，不赶趟了，下次早说阿姨啊，白瞎了杀狗的机会没了，我把我的五条命都死到这杀大狗，好让他落下来，完了再卷，我们必须按照这个啥演绎里边给这个孙权打倒，然后来司马懿笑疯狂加气，为啥找狗啊，白瞎了阿姨，下次你早点说，我留着司马懿杀狗，往死杀他，是不是狗顶着你蓝色这个，慢点笑躲一个火，看看着小细节，白笑，这个狗是贱，还有啥说的？完事啊，这个水娃没死是正好的，最得劲的就是这个效果，水娃不死，然后咱们揍隐身的，先给隐身的杀了，最好。毒镖起手就扒了隐身的。然后爹给他踢倒，别勒他，就不要去手，就扒了隐身的。他护水就千 A 打上去，然后上下 A， 没死就给个上下 B， 看完招，直接就把护水都给他搞定。走走位，再等隐身的就位，别让他跟下波凑到一起啊！你要是不玩，你要是能顶死我也行，顶不死我你费那劲干啥？最后一波，先给个小必杀，再给个绝招。樊城绝杖扔到左边，能看着他。真正的高手接绝杖得过奖，看看着，一下就绝杖接上了，完了他就死了，很轻松。事儿，咱气够多，直接 BCD 啊，最好是等这个巧下来，这样 BCD 的话，好重一点。但是他不下来，咱跑跑位，现在血量还够多，还够多。他来了啊，就这儿 BCD， 怎么走了呢，要死了，这血量不好，喝酒啊，用不上这么多酒，
得到。能不死还是不死？然后这地方直接杀，不用打无限兵的气了，因为有头盔就气够，随便扒拉扒拉气就够了。撒气了，然后来了司马懿拖时间，没有打死他们的必要了。上去走人，这里边气就打满了啊，血也能吃满。嗯，玉帝啊，没什么唠。吃，吃吃，看一眼有没有 boss， 有，接着血。这比心机爆的还他妈不亏，该说，还他妈真不亏。清兵加气，因为有头盔加气速度飞快，所以说等一会儿气又够了。好，开始杀，一刀一个，三颗气又来了。完了，这里接着杀。五颗气又来了，揍一个吕蒙，这么打都四亿了，我这一道开多少 BCD 啊，我都没打分啊，这要是开了多少 BCD。 然后调战机那凤眼苍蝇直接卷就行了，这是连动书都不用，怎么这个地方抱着气跑，直接怪拖出来 BCD 就卷就完了。上来三十级是傻子的，好，就卷到这儿，杀毒镖，一套带走，完事儿。然后清兵加气。电器看完了，全是火，走，蹲战齐王鞭石全撂倒，然后继续扒了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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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无论打得快慢扔时间器，最后正面挑衣服，背面挑小黄书，一共就三本，所以说咱就不动地方了，咱就搁这儿开吧，本身伤害就不够，再躲伤害就不够了。这居然没打着我，剩个诸葛亮追地啊，就单剩个诸葛亮了，怎么还扒拉过来，武器调上追地，再见。大秒记录十个呀，然后这里你要是不想死你就扔九壶啊，想死你就扔司马懿啊，就是看怎么打，扔司马懿吧，我想死。
点就通通对着，因为现在酒壶的数量是够的，你打这个对面的张辽，你可以抱个自己的威士忌再扔酒壶，后边打两怪也够。但是我就是想死，然后我被能不能打死我？到了。死了，这都没死，手打十个，踏子也是十个吧？啊，踏子十一个，踏子十一个，完了，这酒壶整不着，然后背面挑酒壶，正面挑这个决战，决战其实有跟没有都一样。决战一甩，以前一挑好未必能用上，先挑酒，就站到这儿 ，BOSS 必杀咱就必杀，就搁这儿啊，他累哪儿哪儿咱就都一招了。然后现在注意的就是控好气槽，等气槽消了咱就爆 BCD， 现在气槽消了，爆 BCD 下上 DA 啊，连喝酒带那啥，连喝酒带那个。干啥来着？带打必杀，好，第三个气爆开就完事了，看完了，完全不需要什么隐身的，怕是多秒不理库，完了继续循环就完事了，动物也不用，你那也不用，给我给个二技伤完变身，暴气喝酒，轻功酒一喝完事了。